下面我们现在讲到第三十七页，第三十七页，对第三十七页的第三行开始，也就是先忏烦恼障，忏悔烦恼障啊，用这个烦恼的法术顺序，有三数序，一直到八百烦恼。一一的提出来向佛求忏悔。前面讲到第八个数目啊，第八个数目就是所谓八道、八九、八苦等等啊，所谓的信仰。现在是从九数开始，所以今一个忏文行啊。大家可能他们现在就开始讲，有福谬等，此穷无此以来，至以今日，发言久恼，错于铁锤。甚至前文把书参会的英语讲出来，现在讲九书，所以因为还有二讲二九参会。所以有福有在过很久啊，没等求忏悔的人感应自己的名字，等着对其他众生自从无次于了，是俺的有两个实身，有两个形式，无量劫于了，一直都给我们没办法和追求这个开始的原因，这无次于了，一直都给我们这个自己给我们那所托的催压，有烦恼种子引起催压的几人挺多，非常因为久恼的因缘，错了一切的催压，非因久恼错一切催，久恼，双腿的表哈，一个双腿没拿到的也没很久啊，久恼啊，就是用九种方式恼乱，哪里个？禽畜等，哎呀，这救难的名称呢，就是有三种生三世三三救神救啊，三世各个有三种的恼乱，所以称为救恼。要把三种恼乱这个意思呢，第一就是恼我自身，你恼乱来。用某个方式恼乱，非常破坏你的免疫，非常伤害你的财产，甚至影响到你的生命，以种种方式使你烦恼啊。那个有对方想办法来恼乱爱，那爱就生起烦恼，因此就会去错呀。该不是恼我自身，恼我自己本人。第一种是恼我禽畜，你来恼了哪个亲戚眷属，恼我禽畜。比如讲吧，哪个父母兄弟姊妹六亲眷属，等等等。但是你虽然没伤害到俺，没恼了俺，可是你是俺个父母兄弟姊妹之等等烦恼，自己受苦。那你恼了到俺个亲畜，俺也要报复，因此也会错呀。第三种，那爱的情绪你就恼乱伤害你，而对于爱的人家对头，爱的熟人，你就赞叹你帮助你，赞我人家，你对爱的人熟人啊，跟你就去赞叹你帮助你啊，使你增长这个好处来伤害你。压暗呢，压死呢烦恼，因此自古也有想办法报复。第三种就是占我人格。那你看三种，要三世论，过去就是以前呐，要没讲一定前程，以前就是俺的现在，家庭讲啊，旧年以前，那你曾用了三种方式来伤害死呢烦恼，啊，它就有三种了。现在。是当下非常经验非常前瞻念，
啊，以最穷的时间你成脑卵动癌，以下三种方式脑卵癌，那就是现在是有三种，啊，胃卵就是将来，不单单管你现在脑卵癌，将来你还是照样要破坏癌脑卵癌，那就是胃卵有三种，过去三种，现在三种，胃卵三种，三三九，啊，你就会是九脑，以下九种方式脑卵癌是癌细烦恼，那癌就要报复，因此就会抽种种春药。所以不是发现九脑错一切罪，过来讲发现九结错一切罪，结就是结石，结票就是烦恼的疫苗，因为有那个烦恼种子就会去错呀，也就是分类某种药，分类的方式某种药的还是指给各种烦恼。那九结是哪九种呢？爱、会、慢、迟、你、坚、气、坚、气，呀，九个字就是九结。爱就是贪爱，属于贪欲；会，真会，发脾气、恼怒，那就是真恨；慢，功过我慢。持无名，你持就是根本烦恼的总根本，就是持你是你心，前面说过的三你六你，那就是你贪嗔痴慢你假不正见非成恶见，不是六种根本烦恼啊。贪那个爱非慢持你啊，就是贪嗔痴慢你根本烦恼的前五种，见就是包含这个本来可以包含五力识在内，是恶见，但下面有一个起见老起两个字，就包含五力识，见就是五力识的种的三种，神见、辨见、邪见，这三种见，这三种的烦恼都有见识，所以称为见。起就是戒禁起见。见起见啊，神见、辨见、邪见三种属见，戒见起见、见起见两种有起识，是属起，三种见两种起合并起来就是五力识，双面起假设就是识识，五通识五力识包含在内，就为中根本烦恼。见就是见令，属于谈不得了，然后他们同类世界有个不很不是就是减令可能会有个喜欢谈多了，那就是为止谈减才为是就成为属于水烦恼，七度行七度才为是也还属于水烦恼，很有意因为减老七两种才烦恼该作用上都是重要很严重，因此啊也拿了便宜九减九结就是九种的烦恼结票，众生不结啊，俗票等初种种罪业，轮回生死不得解脱，就因此叫做九结。非常因为的九种结是个烦恼，以致初起种种罪业，所以讲为发现九结，初一切罪。下面继续讲，发现九缘，初一切罪，九缘。根据第很多法师的水山神医所的解释，给救援没解释，如果我救援，如果是要这个念是救援神，神是个救援，你要救援不要错罪的人啊，比如平常讲话念是救援神这个念是为神长出来，为神出念是有点救众人，就是敏恐惊见造意原本意娘腔意本别意种子意，第二救众人的神眼识，但你要救人神眼识不要错罪的隐忍，不能因为你要救人错一切罪，因此之故他查不出这个救人的那个眼睛，所以就没解释他认为这个救人到底不理属的那个他没解释。而故事呢，古祖两夫啊，水文表记可住
基督要这个念是救人神的救人，只是把名字列出来，他也没解释。因为我的眼睛是救人错退啊，没解释。所以因此这个因为我用这个救人来解释这个错退的救人啊，并不是他不妥当。所以第二他是个神意思就没解释。那我为了这个问题呢，去查各种的所有的名目，所有的词汇啊，佛的词典，以及那个查证，后来我认为啊，一个救亡经，以前这个一切实地论，一独有这个救人的名称，救亡经，这个亡是有救人，救众人也亡是，一切实地论就讲话救人非实事，也是亡的意义，救人非实事。那这样两种啊，都有救人的名词。都有救人的名字。一开始的那个救人，然后救亡经的救人，太体想法差不多，所以俺因为有了救人神迹错出的原因啊，那是有可能。虽然没每一种都能错出呀，但其中随便都有几种啊，能够引起错出一个原因。一个情形，那个前面所讲的白骨所以切出的情况重要。白骨里面并没每一种都能错碎，不过其中是有能够使人错以切出的。那些救众人啊，虽然是属于救亡，他也有能错碎的因缘。因此我就讲把一个一开始的论的救人非实事，然后这个救亡经的亡是救因缘，拿来配合起来研究。啊，那编出了个简单的名目，所以现在个表方啊，写个救人哈，四十四位就叫个救人，那是来根据救亡经，嗰日个一切事的那种救人非是事个名目，这个名目次数挺多挺长，有的一种啊只有两杂事，有的一种啊上述个杂事，按你做起来非常不顺巧，因此我就那个啊过一遍过，用四十四位记。啊，里面就含几两种的意义在内啊呢，所以称为救人，初出的救人。而作战是不是有两种救人的原因，不得而知，无办法提的，因为其实个无主见。其实根据杨国敬修正义，杨国敬修正义也只写到救人，并无解释，所以究竟这个救人的属于哪一救众，无办法确定。那现在我们就请要。这个救亡经的救人，以及这个一切实体论救人非实事的救人来作解释。第一，饮食过量啊，你看个表上写哈。第一，饮食过量，第二就是老的救亡经的不良食啊，以及那个一切实体论的食过度量两种重要。也就是因为吃东西呀 啊。超过量啊，唔堪食很多，强食食得挺多，结果把胃食坏了，结果出了毛病，由此以致亡死。他俩未必就由此错呢，他俩是死根出人啊。所以师兄有一句话讲：独财莫独食，厌食莫厌死啊。独财莫独食，莫同人独食。独财嘛，钱了脱嘞。还可以穿过不知什么样危险，都市呢就有什么样危险。从前有人呢，老人都市养，都市养，头摆腰水个上嘛，上个人哦，用那个土诶落的哈，堆上破块，种植一田，将把个壳啊拿来做上个，上嘛有太些了，可能没青苔个上嘛，收钱个吧。老人都是一双马羊，一双羊，呀，一双黑公翻了，当然是那个是不成问题，啊，身体粗壮啊，人家一双翻是得了，但是羊个一双是那个就困难了，那他平常练习是羊，啊，他是给是羊是那个羊是那个啊哈，随时哎，是给上主有，上个主有，羊是那个上主有进屯就可以保养。给养就会比手发的按了没事情没爽味。那给有一年有求其老人都是养
啊，讲下你耶稣认识的时候，你要知道什么啊？那几十天天不卡准批偏有的个上主有啊，那几就老你度了，耶稣认就十六去了，十六去前年拿过数了，关键做衣服卡。为天父下上我失主要，无上到讲假言无主意啊，把个主要剪脱你无上主要。哦，所以无上主要何说嘅法呢？嘅任何会向啊，会做乜变如烂脱啊？唔是叫做会出现，不叫做失事啦。所以等到佢听得有主要来无好呢，结果失事。佢就是所谓认识啊，无做会听了啊，不应该是该失到过了，那必定失事。就也不是过量，只是往昔的隐忍啊，贪兵不会会抽烟，不过你也是研究人之一而拿出来做参考。那么非常有没有像我谈出任何好的东西有时抽烟也不有可能的。第一，是以本你不应该是呢，不应该是呢，你强制该有个什么样，比方头头所讲的是一样的方式，这就不应该按的是吧？那你用那种尝试的方式试了去，结果发生问题，有此之事，这就是失意本理，不应该是跟你拿来试，有此之事，这就完全是第一种。你要是要一切实体论，就是第二。第三，不受复试，试了去的东西慢慢有受法啊。吃了那些东西没吃饭，又再过吃又闯吃，按你重重添加吃了去，一个胃没办法和承担，结果发生胃病一直是嘛，按你的情形是有，不过也都不是抽烟的原因，他也不有间接有吃抽烟的原因啊。其实不是讲吃没吃惯的东西，不敢吃的东西啊，吃了去摸啊，你个习惯的东西强吃，有时也会发生什么样危险？比方有到地方的人啊，吃个东西去地鼠，比方有像四川人吃辣，啊，一个辣三条，辣椒会轻吃，可以当饭条饮食，啊，可是平常没习惯的人啊，你吃了去肯定要出毛病。那看讲人讲一个习惯，几多摸啊，你个习惯你天天强吃。结果是出毛病，搿就为止不习讲食勉强食，就完全是属于第三。一个是职业的医学实体论啊，也都是某两一条，而且是属于旧完全。第五，强制不排，强制不排啊，也是挨那里见下个文字也比较好啊，还好谈了啊。本来才一个年本上是。就往讲的指数，就是讲吧，也应当受法这个东西呀、啊，往哪里排出去强制，禁止也没出去，啊，而且那个一切实体论就讲到属于此执，应当要排出去一个东西，受法这的属就是排受法这，受法这应当要排出去一个东西，肚子在肚内藏的慌，你们哪里排出去哪里保持的。有此生病，该就是为止啊，强制不排。简单讲啊，太受偏强劲了，太受偏强软强劲，结果发生太毛病，有此之事也不有可能啊。我从前常常到各地方去讲课，出差的机会挺多。那有一次啊，那是过年前呢，比较身体不还健壮。有时啊，刚好这个中间和个差错比较长多呢。我记得是十多年前了，从台中啊那点研究班上上课的时间，有一次我从台中下了屏东，因为要起价，所以就坐中间和。中间和个公路局个差呀，没一个卫生设备。那该当时我眼睛应当是不成问题。但是当时警察方有一个人，他坐那个中心后，坐到中途突然间呐、胃肠不舒服，发生太问题了，赶紧我一边说，他查到我没啥病，就向那个司机要求，读到个司机呀、就没人情何讲，
太感到要求时间，我可能这张人啊，年多都面都转乌色的哈，一身难看认错，可能都会忘掉的呢。所以要求个时间，拜托个呐，你赶紧思路应该休息室，莫就是那个路旁方啊，本地好方便一下，他俩时间不大的，其实也是，也确实。是那可能两个人呢已经错误去了，会忘落去，起一起没错错，没会忘落去。本来赶紧求得我妈个时间按摩啊，按摩好安尼个那个通信线，今有就等过不长啊，将是那个休息产品，看第二张人下机啊，已经没办法合拍了，太目标都出来了，所以第二就是强制不拍个事实，从两个人个情形。明明运动而已把这个排泄物废物而排泄出来，那你强制没排泄当然就会发生门票，所以由此之故啊，一直往事啊那个情况是有该他后面为了个眼睛错压就被告就手术了。第六种春恶敌色也不是用讲的了，前面讲清楚了，那你接春那个恶敌色接春恶油当然就会脱水压。那么春恶敌是不做到往事的最容易的事情，比如说你老爷的犯人中或者老爷的土匪从头做冲一代老爷的无沙匪中春恶敌是你中人脱离无沙匪也什么样也难保所以就是春恶敌是一直往事，当然也不会错样，第七六种是有错样的敌人。提起匪死外出非是外出了，在这个旧房间，我都一离不死。在这个一切事体论呢，就按照非是非量出入，意思就是讲啊，不应该出去的时间，你走出去，比如讲啊，半夜时，不应该出去，非常那个地方有危险性的所在，不应该去的所在，你闯去，非是外出。有时做到往事那有可能不过还没为了为那个眼睛错压，一个非是外出去错压，该就是什么错压的原因，也就是提前提拔不敌损益，不敌损益根据一切实体论，这个文是清长不敌以及越损越益，非何非反就这样的一个文字解释呢，简单就可以讲嘛，不敌损益，不敌后患的意思呢。对于到底两个事情，对于你这个身体有好有坏，有损有益，这个没有分，也没做到往事。在旧往前就按照可撇不撇。你都有危险性的情况可以撇的，可是你不撇，那就会发生危险，有什么样危险？那个情形就是，比如讲嘛，有这个牛马种种的恶处发生那个健康的情形本就进来，那可以撇见你不撇见从头来老去对上，那么因此做到什么样的事，那就是属于一个往事的一种，也就是属于不敌损益最后一种行悔反恨，行悔反恨呢，也就是在佛法的文字上比较雅观的文字了，在世间法平常的修法呢就是邪淫不正当的行为，那又是做到往事，那就有可能以前的也就是错样，这就是错样样，所以行悔反叛最后一种的行悔反叛是在根据一切实体论，他那个往事的救亡金就没了个面目，他要根据一切实体论行悔反叛也属于救人悔死系职业，那么因为错了种样样因此一直上升生命，那是有可能，所以也会错呀，也会走到往事，第二就是为了救人，那这个救人固然既然没解释，现在我就方便要这个一切比那个救亡金两种分合起来解释这个救人，那其中有几种是真正可以错呀的出人，比如讲春恶敌色那非是外出乃至行悔反叛都是错样的敌人因为用这个救人来解释参谋长所说的非因救人错意切罪应当是能够响应可以批判的多
其次也是九个数目讲出来，下面是讲十个数目联合起来一直都八八。非人是烦恼错一切罪，十种烦恼就是十四，这十烦恼啊就是十四，十四双双有个比较容易明白啊。简单讲就是五吞噬老五历史，五吞噬五历史合并起来就十四，也是中国十年初轮回神奇的春样，所以称为十四啊，是你们的解套。用一个种子论，就是十种烦恼，也就是为释迦所讲的六种根本烦恼啊，把五力是合并起来成为恶见，五力是合并起来成为恶见，该就是为着六种的根本烦恼。现在讲把五吞噬五力是十数合并起来，啊呢就为着十烦恼。有了十烦恼和一切罪，也为一切错罪的总根本。一切烦恼的错罪总根本啊，都从了未来的，但其他都是用各种的面目看法无重要，立场无重要，所以建立种种的名词。最简单就是三法，最详细八十八事九十八事八八烦恼，列为最详细。但现在是初中一年，十烦恼就是五吞噬五力噬啊，两十种烦恼为众烦恼的根本，有两烦恼错一切罪，所以讲非因十烦恼错一切罪。有两十四个烦恼去错到种种罪样，一切罪样都可以有两个年龄去错到。继续讲，非因十缠错一切罪，十缠也是烦恼的意念，缠啊就会缠迫众生的心，本来的烦恼所缠迫啊，本来的烦恼所缠迫，所以没办法解脱，这就是为着十缠。十种的缠迫，现在你要翻本太改个表，表上有写啊，十缠，第一就是福，第二正，第三帅，第四敏，第五细，第六巧，第七无常，第八无愧，第九俭，第十七两个十缠。不过两个名相啊，还根据地下落花是该水仓神医所列出来的。以普通一般两个十缠的面目啊，没安呢，有些八毛重要。普通一般十缠的面目，第一是无常，第二是无愧，第三是七度，就是七，第四是俭，第五是悔，后悔的悔，忏悔的悔，就是后悔。第六是衰命，衰老命合并起来，但现在表方向的是衰老命分开来啊，为两种。但念普通一般的命数啊，这个法术呢，衰命合并起来为第六种。第七呢，调就是调剂，第七是调剂。但某气气啊，就是属于调剂的一类，不必分开。所以应当把有些的戏拿来合并在调剂上，调剂上应当可以包含戏，所以提起是调剂可以包含戏，所以普通的名词啊，某戏的名词只有调剂，所以戏包含在调剂。可以把粉尘，一个粉尘现在包含某两个粉尘的面目，应当就是米面啊，是指粉尘啊，
那么在这个同土的法术呢，说明它并起来为体六，调剂为体七，分成为体八。体九就是整分，分很的分，整分就是两个听音啊。七十是腹长，就是腹，把所出的催压反思拿来润肠剂了，不偏把路上费，那就是腹长。两十种面目啊，虽然顺序排列不重要，它两个内容太体前面都讲过，有的属于五盖，有的属于十烦恼啊。那么太体啊，前面都是讲过的，腹就是腹长。其他并没某个特殊，没有某个新的名词，拿来对照前文就可以记得，不是加以解释啊，也就是非因失产所以前催，第二个名相就做对了。有了十种的烦恼，残缺众生，自己不得出神气，不得解脱，不能正一盘，所以为之残，十种的残缺啊。那么是众生不得解脱，因此错种种罪孽，所谓是非因十缠所以且罪。其次，非因十欲边识所以且罪，十欲边识所以且罪，一个十欲边识啊，边是主边，识也就是十识的识，主边识令众生不得解脱，所以不是十欲边识，有十欲种的烦恼面目。其实两个十欲边识啊，就会为是八法中的十欲善行所的反面，十欲善行所的反面，为是跟十欲中善行所，就是信、精进、忏悔、不贪、不嗔、不痴、勤安、不放逸、行善、不坏，也是属于为是跟十欲善行所。也跟十欲善行所反过来作恶，就变成十欲边识，这就是第一不信。对于佛法神三宝，对于真理不相信，不信。第二把精进反过来就是害胎，第二就是害胎啊，害胎也会错呀，难过害胎。第三是不忏，第四不愧，就是无忏无愧，也老前文无忏无愧重要。听多谈，体六多真，体七多持，谈真持都听多听啊，一个烦恼听从，这就是不是多谈多真多持，就不谈不真不持的反面，多谈多真多持。第八浑沉，浑沉就会勤安的反面啊，也就是十禅中的第八的浑沉，就是初禅能够得勤安。勤快安乐啊，坐在心清清凉，勤快安乐，该不是勤安为上天的前奏。现在不但没修上天，甚至浑沉害叹啊，一坐在就动不帅，该出的位置浑沉啊，该出提板浑沉。提就方一啊，在善行时候就是不方一，现在反过来方烫迥一。其实本来应当的行善，而且不是行善，可是现在反过来减令，减令，减令就是我们不是行善的反面，减令我们不是，该就是属于减令啊。我提示中，提示也破坏善行者，最后一种就是不坏，莫伤害众生，有慈悲心。现在莫慈悲心专门伤害众生，所以是破坏。心中有贪嗔痴三毒，有三毒就去伤害众生，所以不是破坏。第二，按照十欲边识，两个面目真多，老前面都是重要的，不必细讲啊。一个中了都有面目，一个一细讲起来，花很多时间。非因十欲边识，所以且罪。又把这个十欲三行所反过来变十欲边识，去错种种春样，主变于三界六道，都不去错春样，所以不是十欲边识。所说的春药听多了，有时也是讲了吹了，所以不是虚与便是错一切吹。其实上非因十二业错一切吹，十二业容易提的，
就是六根六尘。念一比三生一六根，是想讲没出法六尘，啊，那就是十二念。念十二种啊，六根六尘，内根外尘互相三业，根也业尘，尘也业根，互相三业，所以不是十二业。有眼见贪色尘呢，乃至意见贪法尘，由此外去错种种罪孽，啊，所以是佛人十二业所以切罪。佛人十六地间所以切罪，十六地间就比较麻烦了，因为这个十六地间平常是魔光，啊，比较好偏僻的面相，十六地间呢？简单讲起来就是我执，我执，众生有我相的执着，执着有我，就会有十六种嘅执着嘅底见，啊，你啊执着嘅偏向嘅底见，我是操种种存养，所以不是十六底见。你啊十六底见，比方有些啊，那是根据那个属于嘅法师方啊。想把一个念头拿来见他了，见他了拿来养因，现在相当多事了。体就是我见，本来每一句啊，跟面目都要改成见字，非常我的我见，现在都见了一张我字。下面的解释，下面一句就是解释，以五音见我说，因为你的神力就是在书相上是五问所足之神修观。五音也是音是哈，莫读音样的音，我读作音，读细上音，归复你五音就是五种的东西呀、啊，也个在书相上是，也无法归复了嘛，这个真心，所以是五音，我就杂笔的呢，见出来。文是集体呢，集体在书相上是无法杂笔了嘛，这个真心。我们的显现，所以操纵农村呀，这就是五问。因为有这个五问的神心，那平常对五音喜欢讲五问，因为我通过音是通神音嘛，往往也不会啊习惯，就是五问。有了这个五问神心嘛，就会执着有爱所有的东西，戒我所戒，就是执戒，戒错执错。执着两个身体很爱干，两个东西很爱干，该就是不是我执，是我见，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叫做众生，就是众生见。众生见不是讲千多人不是众生，不是千多个通位不是众生。现在是指这个色书相还是个五问。这样的众一生，讲了五问等法吧，哈，就指千多我们一种嘛，有五种嘛，所以叫做众。这个中啊，就是指五问啊，有五样啊，或者五种。所以五问求一也一种五种啊，发发应该五种之神咩，就会五问之神咩。所以五问又是凡五种，见五问等法啊，五种神种，种种符合于神状哪个神体，哪个神体有两五法神。所以为了众神见，这个众神见是指这个身体呀、啊，是修相行是五闻佛合一类神状呢。所以为了众神见。第三修杂见，修就是修命，这一起过波长道，是创来的一神哈，该过波是一长修，修念有长道，所以为了修杂见。比如说哦，爱太听人神啊，哦，十九六十岁、七十岁以上，所谓啊，那个四修八功，是满六十岁以上，该就是不会成为有了，不成有了。如果有七十岁以上，人神其实古来是，也可以讲人神啊，满六十岁以上的寿命，再不增加的哈，该就是多的了，增加的人。啊，如果能够多了七十岁，人生其实古来时那更不容易了。那是八十九岁上百年，那更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众生有两个修杂见，
年年都有两个暑假间，这搞不想哎，俺太太会识几多色，哦，俺来呀，是去算命，算到过俺能叫识几多色，俩就是暑假间，这趟俺有一起报名，那个暑假可以出十几九，那就是第三暑假间，其实明假间，俺有两个身体就有神命了，那个神命啊，就有那个秀暖。是三法符合起了身体这个生命，寿就是寿年来所修的身体啊，寿暖就产生个暖处，但是虽然身体很小小哈，就有生命啊，还无手机无火机的呀，个四态个火态分离，该就无生命了，所以人死要产生难跳，这个六十八十就全部走了，所以无那个暖气就无生命。是就是八十，一个八十从年是到提拔下来也是有这个事，这个生命就能保持，所以命长就包含数年身体的暖处以及这个八十，也不应该个生命的经验，所以有这个命长见，就是我们有命经还有生命，平常时都爱这个生命，这就是命长见。嗯，生长见就通过癌既然有这个身体哈，癌就能叫生长种种根啊，是呀，癌能去重视，能做种种事，所以健康能成重视。就通过癌有这个身体，癌不做种种事呀，就像做父亲就能生子啊，这就讲话癌也能出来生个事呀，来生个果报，所以不是生长根啊，生就是生气。神气种种是非好非坏，两都是众生有两种神杂见，所以为止神杂见是第五。第六养育见，这种爱能养育他人，比如说做父母的人能养育子女，就有那个养育见，比如说多了做父母的人呢，哦，你看那个子女都是那养育的状态哦，就有养育见。世界有个神奇的从境界讲，爱啊，就是爱的父母养育爱状态哦，也同个境界，该就不是养育见。第七，中枢见，中枢就是讲话爱有那个五蕴身心哈，种种的法术爱都起辟了，爱有那个五蕴身心，就有六念，有十二处，有十八界，俩条种种的因缘法的面目，爱有俩条身体俩条面目统统有了。所以不是中枢见，枢就是说牧师五蕴六逆十二处十八界等等两个面相统统有说牧师，所以不是中枢见。第八眼见，也叫眼杂见啊，眼啊就是说哦，乃是眼，乃神状的眼的他身体啊是眼的事，给我为眼以依托老皮其他五托的众生无重要，所以爱是人托众生哦，主牛家小托的众生啊，还有鬼托的众生，天佑有天佑托的众生，那爱是人托的众生，爱不是其他国托的众生，所以就是提拔人见，然后人察见。第九作杂见，那有两个身体哈，爱就会种种错作，这身体有力的啊，这神力等能有所的哦，我身体有力的哦，我不操作哦，哦，比如做手工的人，我可以开一百斤两百斤，哦，我可以拿起什么东西，我可以做某个事业，我会建筑，做奶水，做木箱，做种种的工作，这就是造假件，哦，我是做某个事业的人，哦，这就是造假件，就是说哦，我是钢筋手法的人，你也是造假件，也是我的事业，钢筋手法，我的事业，你也是造假件。其实四作假见，四作假，讲爱自己会操作，爱也会使人操作，所以讲见我能一时他作他人，他就是他人，爱自己会做，爱也会指头骗人去做，哦，你应当要么做啊，哦，搞骗人做，指头骗人做，这就是四作假见，你通通都是有这个我见来的，有点五蕴身心起这个我见，就这个四作假见。其实与气炸间啊，给我能去操吹风，
啊，有点的身体哦，啊，要不吹抽水呀，要不修缝呀，啊，这就是细家境，为身体抽水抽缝的事呀，的事情，有点身体呀，啊，抽水缝呀，有抽水，抽山呀，有抽缝，啊，细家境。其实你湿气炸肩，为去搞不做也不是配人做，爱去搞不抽水抽风，爱也不是配人抽水抽风，所以不是湿气炸。其实咱手炸肩，爱有点在身体啊，就我当手吹风，爱过去所吹所做个吹呀，爱就没有手包，过去所做个风呀，就没有享受，所以不是有啊，介绍有手吹手风的胳膊，那手炸肩。这是湿手掌间